大家好，我是德哥，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。快来订阅 YouTube 德云那点事儿，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，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。月老牵的钢丝都被秦霄贤扯断了。你以为的高甜 CP 木头人，我向你奔赴而来。实际上就是比如说你给我们三个人买冰淇淋，然后自己也能吃一个，还是我们仨给你买，你吃仨。我说好了，你再查我，那我给你们买吧。谢谢哈尼。一句话让哈利波特换了个国籍。猜猜我是谁？我是新疆的，新疆乌鲁木齐的。迪丽热巴有没有？古力娜扎。你第一个字是不是哈？是不是哈？哈利波特。看得出来这几句话很为难他了。交钱，你夸别求。又来，今天穿的是一个很慵懒的风格，但是头发显得那么俏皮。简短一点，就是你这个风格就是慵懒中带点。在线少年一天一个单身小妙招。心中无女人，出招自然神。我只有一句，哼，男人。First blood。白色，白色。你两把，你老打探针，你这是照脸上打的，眼睛飞我身上。Double kill。超越妹妹晚一步。有这样的正主，白月光怎么会不放心呢？赞美一下她的打扮衣着啊！哇，好狠！我们现在吃着一个鸳鸯锅。我吃清汤吃的比较多。你吃清汤辣汤，小姐，我吃锅。你那是清汤辣汤，说话。这好像是清汤，清汤是吧？清汤，你过来坐，我去那儿。方案，对对对。林子儿真是遇到克星了，八九就已经被说了。我头好痛，哥子，我以前真的很小。我小时候也才一岁多。我很容易被人激发母爱，想要去照顾他的时候，就可能会想跟他谈恋爱。所以这么多年一直拿小春哥当儿子养。直男是解读斩男香。你觉得斩男香会什么味儿？斩男香是什么味儿？斩男香就是这个味道，男生闻了没有抵抗力，就是可能拿下男生。你先等会儿啊，你等会儿，我让您听听，男生拿下男生，男生拿下男生。